非常感谢大家，还有现场我们教育局的黄局长，还有我们的蓝联庄市议员啊，还有我们新台议员刘碧玲议员，好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哈，感谢各位长官贵宾的来临。我们恭请我们的剪彩班，请啊，请就坐哈。那个张伟，张伟，我们邀请我们各位议员，我们有议员，我们序幕表演。好，我们首先邀请我们誓约古道演艺方，也是我们清水体育会龙狮古乐团艺文会，为我们带来降狮献瑞。Thank you.
谢世渊古道的一方为我们带来的祥狮献瑞，喜气洋洋，鼓声响彻云霄，也预祝我们今天的剪彩典礼可以圆满成功。大秀国民小学。